农历二月初二，桃底公三，距离新北市政府最近的深秋福德宫，敬贺福德正神圣诞千秋。新北市长侯友宜、庙方主委、副主委、荣誉主委曾文正、地方明代等人敬贺土地公生日，为表关怀、释放信众、造福众生，庙方借由神明圣诞捐赠200万元高顶富康巴士，由市长侯友宜代为受赠。我们这个钱是四方财，那我们委员会大家经过大家。开会通过认为说这个钱是大家的，那我们是取之社会用于社会，希望说我们的一点小小的付出能带给大家有一些很多不方便的人可以使用到，那也感谢市长他愿意让我们委员会来做这件事情。那呢深秋福德宫当年拢做好代志，今天你干那来讲，关高顶的富康巴士，足无简单嘞，这拢足贵的，200几万。刷嘞顶几工，在武汉肺炎中间，搁咱捐200万的防疫基金，前一段时间搁捐火灾助警器，对足济弱势，伊拢出钱搁出力，所以伊保庇的毋是干新北市，伊保庇的是全新北市所有的市民的健康。关心弱势，该支持，该疼痛，所以我真感动。距离市府最近的深秋福德宫，不仅庇佑新版特区一带，更是带头做善事，回馈社会，包括前些日子捐赠防疫基金、消防警报器等等。侯友宜市长表达由衷感谢，并借由土地公庆贺圣诞之日，祈求神明保佑市民朋友平安度过疫情。尤其即马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的高峰期的中间。大家希望这一波的疫情赶快过去，所以咱土地公生日的时阵，我伫遮该拜托，来该祈求，希望土地公保庇咱新北市402万的所有市民，能很段安然的度过这个难关，希望咱大家健康上赞。快乐平安享贺。土地公保佑地方众生，在疫情高峰期，信众依然不减热情，准备丰盛的贡品为他庆生，祈求守护新北各界平安度过新冠病毒疫情。记者林立、吴志恒，新北市报道。